把握今年上尾一波伫万圣节投弹的机会。彰化县议员张汉天连续举办五场和我一起同乐会、投弹万圣派对因的参观甲扫街游行活动。三十号暗时，伫金城夜市举办万圣节扫街大游行活动。张汉天穿着超人的服装，彰化县长王惠美嘛打扮成魔女琪琪，做伙扫夜市，甲民众同乐。虽然不是假日，但是彰化市精神夜市却是非常的热闹，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化妆变成各式的模样来扫夜市。国民党提名彰化县第二选区立委参选人，也是县议员张汉天表示，基本以快闪的方式举办和我一起同乐会、导弹万圣节派对营的活动，到三十号暗时是最后一场的扫街大游行。特别的是，参与的人数一场比一场更加热闹。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大家拢以参加嘉年华会欢喜心情来参加。我们今天在金城夜市举办第五场和我一起同乐会导弹万圣节派对营这是我们以快闪以及嘉年华会的心情来承办这个，让小孩子能够跟父母来增加彼此的感情，跟父母一起做搞怪以及变装的一些活动今天看到很多大人小孩都是一同变装搞怪来参加这个活动县长也打扮成这个叫什么？魔女琪琪。魔女琪琪跟我们所有的县民一起来同乐因为万圣节是属于西洋的一个节日我们让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希望我们政府以及我们大众能够正视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彰化县长王惠美也打扮作魔女琪琪，甲搞怪队伍伫咧夜市啊游行，甲民众同乐。我的响应我们这个万圣节那做了一个造型。那最主要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亲子能够同乐，怎么样让孩子有一个好的环境、学习的环境，那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空间。我想我们未来会跟委员，还有呢我们的县政府也会一起来努力。张汉天表示，这是第一本举办万圣节的活动，民众欢迎真好，尤其是部分较偏乡的囡仔，拢对这种活动感觉好奇，好有信心，明年会阁举办，因为囡仔因的笑容是上好的证明。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